我是龙哥，这是本期出游的第二集。今天我们现在来到了我入住的酒店，这个酒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，感觉外观有点味道，真的，好像挺有年代感。没有，这个门面啊，感觉有点派头啊，看一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先把行李拿下来啊。这边你看很空旷啊，旁边就是大卖场，24小时大卖场，然后理发店、麦当劳、肯德基全都有，化妆品店啊。这是酒店的停车场。感觉如何？还不错吧，广角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看到了吗？哎呀，蛮有点气势的啊！咱们进去看一看。咱从哪边上？旁边是车道，可能应该把车辆开上去。听说这家酒店里面居然有是晋江和牛的，如果确实有的话，如果外面那个店美食太远，我们就在酒店吃了，吃晋江和牛啊，哎呀，太美味了。双吸管，对，因为这个是烤的，小椰龙虾是烤的，对，像这个小肚子烤的，我也可以。来这个，还没有熟，尝试。平时不开，你预约的应该是，就是有接待任务的那些大团队，基本上是农村的。看一下啊，我们就在对面，我是806，敲敲门，8015。哦哟，各位友友们来看一下啊，无敌湖景吧，锵锵锵锵，哇，太爽了。哇，你看还有什么，这个是什么船啊，小三板啊，那个叫什么，
华艇，华艇，对，啊，无敌大湖景啊，我差点说大海景。和我们上次乐海住的酒店有点相似啊，皮划艇，一个是海，对，皮划艇，嗯，漂亮。今天因为天气不好，所以看上去那个湖水不是很绿啊。如果明天如果有太阳，那这个湖面是绿绿的，绿波绿波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啊。皮划艇，嗯，皮划艇，我怀疑他们到了一定的季节，他们比赛就在这里划呀划，训练基地，对吧？嗯嗯。哎，拍一拍。偷拍，你看他们滑出去了呀，皮划艇。看它还层次分明，有点跟海的那种感觉，对呀、啊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看那个水，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很清的。你看，绿色的，真的是有海水的感觉。冲绳，冲不了。车头，哎，是快车，就是这个车头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哥。我是小魏。我们现在已经入住了酒店。嗯。嗯，现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就要去找晋江的牛肉。嗯。到底这个味道如何？要到现场去看。好了，我们稍后再见。那个突然间那个有点偏头痛啊，然后龙哥想先去买药，买一颗药，然后再去找美食嘛。这么偏远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居然有这么大型的卖场啊，什么都有，真的什么都有。而且你看这边的鸡蛋啊、哦、和我们那个市中心的不一样了，这边是土鸡蛋哦，哎呦，小小个的啊，我天哪，15块钱那么多呀，哎呀，太便宜了。李子，这是李子，这么贵。这是葡萄，这是橘子，这是无花果，这无花果长得，嗯，哇，还有这个时候还有西瓜呀，嗯，哎呦，太棒了，晚上又有可以吃了，哇塞，好便宜，还有栗子，我天哪，1公斤60块钱，这个哎呀多便宜啊，680，哎呀，哇，这个色泽像蜡一样的，100块，这是日本李子。这是礼盒，真多真多。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边的大型的综合体，生活这个考虑在就是比较偏远嘛，生活在这里的公民居民啊，他们平时日常生活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他固定一个地方造一个综合体，大家过来买菜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太棒了！你说生活多方便，对吧？
交通也比较便利，有高速啊，一辆车可以说句心里话，可以跑遍整个日本。好了，那个店那边有几家居酒，我去看一下。现在来到了药妆铺，先买头痛药。那龙哥有点偏头痛，很难受。那头一痛啊，精神就没。那逛起来、玩起来、吃起来更没劲了，对吧？没有中成药的，只有西药，那就买一个小盒的吧。EVE 品牌。原来这家店要关门了，所以你看它全场全品打15%哦。哎呀，太便宜了！哇，红牛这么便宜啊！买呀，为什么不买了？我们在酒店也要喝的。拿个篮子啊！拿了，睡莲的。拿了吗？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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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。拿12瓶吧。开心吗？这几个我们也全要，全要。那个维 C 拿的，魏总啊，那个闭店啊，闭店便宜，全要了，全要了，全要了。有便宜不占，真是便宜不占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对了对了。哎呦，全空掉了，魏总啊，全空了，对呀、啊，全卖光了。哎呀，这么大一家超市啊，这个如果啊，这个放到新斋桥的话，那不得了啊。我居然没看见大米啊！又买了那么多，第一天刚到酒店已经买了那么多。哎呀，啥都不说了，啥都不说了。哎呀，啥都不说了。9年，这个要买吗？买，什么都买，这钱不全要，全要，全要了，全要，全要，还全要不了，这边就是，就是，对对对对，来，拿六个吧，66大顺，啊，66大顺，好，拿六个，六个，放，放下，放下，来，放下，我变七个了，七个，来。还没吃饭呢，物品已经那么多了。嗯，好搞笑，各位友友们啊，看有多长。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下一品，这家拉面很出名。但是我今天想吃牛肉诶，本来想那个拍视频美食吃晚餐时间，没想到跑进药妆铺只是想买一个头痛药啊，没想到又是买了一大堆，而且这次是超级一大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装车，然后呢去吃饭了，肚子饿了，这么晚了，天都黑了，而且又在下毛毛细雨啊。那我们就赶紧结束我们本期的这一段购物的小视频。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60后大阪慢生活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咯，拜拜拜拜。